他们大门的 gay。现在是他两个老朋友啊，一个马大华，一个李明荣，多少年不见了？60年了，也快60年了啊！60几年了吧？我们初中的时候。你稍等一下啊，我来跟你们近一点。60几年。哎、啊。60几年了。这是李明荣的家，在南加州靠海边。靠山边。他却没有海边。好，请到大门口，我们来照一张。大门就是，这是我们的大门。好，看这里，两位请看这里。哎，两位老美人。这房也很老了啊。这是在李明荣家里面的客厅，两位老友几十年不见，实在是很难得啊。这是他们的后院，也非常漂亮。你看，照一下。哎，马大华今天来拜访李明哲，他送了李明荣，他送了一束花，非常漂亮。这是马大华，这是李明荣，谢谢啊。这里面小东西也很漂亮啊。哦，很好。嗯，你们两个说两句吧。你说吗？你说吧，我不会说。这在你的家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家反正就是这样，乱乱的。说好也不说，很好。我蛮喜欢这个形式的，一个人住。这个画很漂亮，真的。好。一个人住这里也很好，我觉得非常。两个花。我当初住这个房子，我。今天是我们到你家，跟他的儿子，你，儿子，丹尼，丹尼。我儿子叫丹尼，我也不怕丑，我又把你名字忘了。李明荣。哎，李明荣，这是我们60年前的老朋友，今天能够在此相聚，还有他的大少爷，啊，这个桑尼，啊，琳达，他的啊，这个媳妇，媳妇琳达，很好啊。这是马德华，这样是我，我没关系，真是难得。今天呢，要这个大少爷要请我们来吃这个。日本点日本餐馆啊，这是沙西米啊，乌冬面，我们还有这是乌冬面，嗯，我们也可不可以要个公筷，自己做，拿个公筷，反正就是你们两个人吃，我又不吃，你们不吃，我就不要吃，真的，他们不吃，我们没拿勺，他们不拿勺子，不，你们也可以吃一点，他们不吃。他们喜欢吃那个。